经宣布要参选加州州长的加州财务长江俊辉是超级募款高手，从今年五月份起，在45天之内就筹得了竞选经费超过228万美元，在众多的参选人当中一马当先。一共赢得3次加州选举，并且在2014年当选加州财务长的江俊辉得到选民大力支持。再加上之前他在财政委员会另外筹到的323万美元，累积已经达到了542万美元了。相较之下，他的对手现任的加州副州长纽森，一年来所获得的竞选经费超过860万美元。两人为了角逐大位，互别苗头。